路进来就路进来的吧，这么多事啊，想为别个进来，谁敢？老爷，他们没单位的我，再不啊，讲个一面，这么多哪个样的就哪把的，不过。家平常心，家没事的，也是在周一，你过来一看北面，我叫三哥给你介绍我，好的呀，然后你看嘛，刚刚去哪边，这里怎么样？你说叫你妈去吧的，这里怎么样？山上的，要不然没路，那边呀，狗要钱吗？要把没？大家毕竟拿钱过，一起嘛，去把没？大妹妹，你说谁的嘛？给俺讲妹妹，我叫谁的？我叫三爷，参与一。我叫三爷，就说咱弟哪里哈？就说南岩队，我们叫南岩，我们就把的。一队，那边呀，看看这个大白白大皮肉，有些的伢也谁家的？爷爷弟弟他们有大皮，大皮呢，一两撮儿队，你们都在看嘛？你们都不看的嘛？你们都也谁家的嘛？一两撮哪个也他妈没当我的心里话拿出来。还有这个嘞，这波比呢，应该也没这么多紧张吧嘞。大家不如这里你们俩小米嘞，今天我还要继续阿贝拿些米了，一米六的大米留在山上对。他们没单位接表演，包围采访估计别家完了，多花些个啥，一块啤酒在那把我配好了呀嘛嘞。